大家好，我是郭佳佳的 VD。上期做了月光三的骨架和内脏，这期就把余下的外脏和配件都发出来。还是老样子，先看一下外脏的整体模型。这个模型已经标注了所有尺寸，可能你们会发现这个帐篷稍稍有点长，因为露营时呢，我一般情况下都会带狗子，所以还得给狗子让出一些空间。外帐主体呢，其实就是拼接的两块布，这里就不说了。剪裁难点呢，就是四个门，门是不规则的三角形。我这里呢，就首先随便画出一条边，边的两端直接按照尺寸长度画弧，然后取弧的交点。接下来是脊背的弧度，在已知这两条蓝色长边的情况下，很容易得出。如果有大圆规的话，利用边长。两边中间用弧相交应该更为严谨，我没那么大的地方，就用了第一种。然后就是需要缝纫时用到的挡雨条、挂件等零件，这些呢都是需要预先制作完成的。外帐的零件比较多，制作也比较麻烦，那么咱们就直接开始吧。